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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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ăng tăng tình tăng tìn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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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ă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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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ìn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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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ình我们终于要开始更新我们的频道了，虽然不是周更新啊，我们是爽更，爽就更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别驱车来到了台中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带着我们的悍马来做一个隔热纸的替换，因为我们这个隔热纸用了真的蛮久了，夏天快来了，现在大概三四月，接下来要迎接七八月的天气，如果开着这台全黑的车，其实是会蛮热的。好的隔热纸呢，可以杜绝外面很热的温度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现在就来去找老板吧。改隔热纸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车子给洗干净。刚刚我仔细看，车上有很多一些蚊子啊、虫啊的尸体。现在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洗车。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là em biết em si tình, tìn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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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ăng tăng tình, tăng tìn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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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ăng tăng tăng. Giây phút em gặp anh chàng xin xin xin.人家在后面忙，你在前面叮叮当、叮叮当、叮叮当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我要讲，通常这一趴我会过去，你知道，辣妹洗车，不是他们不需要我，他们想要专业的把车洗好，他们要赶快洗车，所以我就只好做一些看起来很忙的事情。打工仔，欸，我穿这身就是要来工作的，啊，因为只是好看而已。自己的车子自己贴，一直往下拉到底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把车窗升起来，然后往旁边移一下，这样好吗？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蛮会的。你可以来做这个行业。没关系，我之后失业再来找你。哦，我在这边可以感觉到你的热风，哎。对啊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，后面就很好拆哎，这个是我拆下来的隔热纸，长这样。这个就可以去这个残胶。对对对。可以作画，爱心，很浪漫。写反了。啊，写反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好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刮。对，哎。把它擦掉，所以我们都会敷这个养生胶带，让它不要去粘到客人的车子。那这个怎么办？这个还没咬掉哎，你要再用力一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这还要再喷一次吗？对，那还要再喷一次。它好像抹虫哦。好恶哦。先擦一下。那再喷一下。这好像粉刺什么的。好，交给你了。我体验完了，真好玩。我刚刚呢已经有把车子侧边的隔热纸先把它拆掉，结果没想到悍马的前挡风玻璃本来就没有隔热纸。What？ 前挡没有，可是我们的侧身都有，可以看就是还蛮黑的这样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把它拆掉了，原本的玻璃的颜色是有这样，有点带浅绿色的感觉，这是已经拆干净的样子。现在带大家来看，师傅正在拆走。哎，我就是要拍你。原来他在给我躲镜头，我想说我走到哪里，他就离我远。追了2000里路。对啊，哎，我上次犹豫过你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是哦。装熟？对，我装熟。他们就是这样，先割开一小块之后，用吹风机的那个热去融那个胶，一融完以后，它吸就会很好。先让它软化，软化之后制作就会比较好清洗。哎，它吸得很好哎，一整片。平常都有在撕，撕的蛮好的。他不是做这份工作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刚刚是不是说很疗愈？蛮疗愈的。所以压力大的人可以来这边打工。对啊，而且他们因为很熟了，所以他们拆的速度真的还蛮快的。我刚刚有询问说，如果你去贴这种隔热纸的话，大概要留多少时间？他们说大概2个小时。两到三个小时。对，所以其实蛮快，就是车丢的，然后去吃一个下午茶，回来又有新的隔热纸哦。大家有没有
我觉得很疑惑，为什么这个隔热纸是贴在外面？刚刚也是觉得很神奇，因为他现在是在帮他塑形，他就是现在是用这个隔热纸，然后用这个热风，让它可以跟我们的挡风玻璃的弧度一模一样。之后呢，他会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再贴在里面。哦，很酷哎！需要帮忙吗？这个比较危险。真的假的？危险的点在哪里？不能相信的。我帮你擦汗，羡慕擦汗，不想擦汗吗？很多人想要被我擦汗，好重，哇，它很重哎。品种是苏卡达，它有名字吗？叫浅浅，浅浅哦，浅浅龟，浅浅来，浅浅来，很可爱耶。而且他说他很温驯，个性偏胆小。叮叮当当叮，叮叮当当当，乌龟问号，好可爱哦。小时候是很小吗？超小，然后慢慢养到这么大。那你这样养多久到这个体积？1年8个月。哈，不到2年长这么大，还会更大吗？对，它会跟公园的陆龟一样大。对，它最可以活多久？100多岁。哇，好长寿哦。还有一只好巨哦。两个同时养的吗？对，怎么大小差那么多？听说如果两只在一起，会想要把自己吃大哦。真的，竞争的作用吗？对，就是想要当老大哦。所以你是老二？对，它是比较小只，太可爱了，芊芊。舒服吗？喜欢吗？那它叫什么？旺旺。那我给它取一个狗的名字啊。我叫旺旺来。哦，旺旺来，芊芊来。那他们会打架吗？他会踩他。旺旺，你这样不行。他会踩他到身上。旺旺来。旺旺真的超重的，这可以平常没事在那边重训。哎，这样你可以养一只深蹲，可以练一下。这个很可爱，以后我家有阳台，我会想养这个哎。好，我把你放回去哦，好不好？旺旺下去吧。啊，好 Q 哦。耶，旺旺来了。刚刚在操作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汗马很难捏吗？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怎么有点勉强？是发生什么事？因为这个车也不算非常的新嘛，不是新款的，所以它在开旧车的时候，它还是会有一点泥胶啊，一些过程，所以它比较比新车来讲的话，会再多一些步骤，注意事项也会比较再多一点。因为我刚刚就是这样看，你们看我这样视线其实蛮清新的，然后在晚上夜间驾车，因为这台车的视野会比较有多一点的视角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这样子视觉上很清新，那我自己也蛮满意的。如果我这样贴完以后，后面的保养须知要知道。有，像我们刚贴完的时候，前挡部分它会有一点水水的，这是正常现象。水水的，会像这样子，旁边有一点水状这样子。哦，它需要晒太阳。如果没有太阳的话，就是稍微这样晒衣服这样阴干。阴干。对对对。这几天下雨怎么办？哎，没有关系。对，只是干燥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。喷泡的部分，我们就是都会跟车主说，刚贴完它的阻剂都很多，所以我们尽量先不要喷向窗户。哦，这几天都先不要。对。那如果我要买槟榔，尽量下车。下车。槟榔五十。对。还有我们在做保养的时候，你尽量就是用干净的布加清水，轻轻的擦拭。因为我们隔热纸是贴在里面。对对对对对，轻擦。如果你觉得日后隔热纸脏了，还是怎样，我们不要拿一些稳洁啊、白博士啊那些的去喷它，怕它表面上面的一些布料会受伤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清水加布，轻轻擦拭，这样就会好。其实听起来保养蛮简单的，就是这3天就不要升降窗，然后保持它的干燥通风。再来是清洁的话，就是用一般干净的水就可以。那它的寿命呢、通常如果你有在保养，它可以撑到5到7年，这么久。好的，那在这边就先谢谢师傅了，谢谢，拜拜。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大挑战？对，但在讲这个挑战之前，要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力莫隔热纸。可以看到我背后的那个海报哦，因为之前的 CRV 也是力莫这边来操作。那我自己的感想是，除了它的防窥的功能，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。再来，我最最最最最满意的就是它的隔热效果跟防紫外线，因为我之前车子都是停户外，所以真的感受得到车子改了力莫隔热纸之后就没有那么热。一吹冷气，车子里的温度也降得比之前还要快一点，这是我个人真实的使用经验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大挑战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。